欢迎收听今日的楼市 update。 自全面通关之后，港珠澳大桥口岸恢复热闹，对上一次的小长假，港珠澳大桥口岸就逼满人，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量就录得破 9.6 万的成绩，可见澳门各口岸附近都是相当热闹。而楼市方面，作为大桥落脚点的东方明珠区，睇楼量亦都明显上升了 15%。 这一区的基建和配套完善，而且普遍屋苑都是质素比较高，向来是备受用家和家庭客追捧。近日这一区交投以过千尺的大单位为主导，御景湾、君悦湾、环宇天下等屋苑是最受买家关注。其中御景湾的交投最为活跃，这个屋苑的单位全部都是正三房户型，平均成交尺价是约7300元左右，价格和疫情时的水平相若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刚需换后客入市。现时的经济环境向好，物业保值力强，今年首季全区平均楼价已经回升了 6%， 展望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加快，交投将会越见活跃，楼价亦都会平稳向上，加上呢一区一向放盘量少，短期内再难有一手新供应，部分业主心态亦都转强，议价空间开始收窄，建议各位有兴趣，一旦找到自己心头好，就要尽早入市啦。我哋每个星期都会 update 楼市消息，记得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，咁就唔会错过最新嘅资讯。今日嘅楼市 update 到呢一度，我好快又同大家见面噶啦。